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接下来呢，来到了我们 SA48 的中心，离上课时间9:30已经快要到了。那我们的小伙伴会在干什么呢？接下来先来看一下我们这里。哦，戴萌，他已经在化妆了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我是戴萌。再来看一下努力喷发胶的默默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默默。那大家想不想看一下其他小伙伴在干什么呢？跟我走吧，默默。谢谢大家来到的呢，就是我们各种房间中间的这一条走廊。是，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它是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走廊。这个你的房间吗？人在这里，那里就不用看了。我觉得里面应该也很有看头啊。你没有看到吗？空调已关，别穿鞋进房。哎呀，这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物品。邱心怡的房间，为什么门口有一张房卡？可以刷开吗？试一下。弯弯，秋弯，哎，把门关上！哇，好爽啊！很多，天哪，天哪！哎呀，没有啊，你的闺房那么的可爱，还有一个小文章，多可爱啊！这个不太好。9:30的课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9:30了。这位小姐还在穿着睡衣，化着妆。加油啊，加油！我们接下来去下一个房间。拜拜。哇，娃娃还是挺爱干净的。是，既然我们都来到这里，干脆去你那边看一下。我房间其实也挺干净的、啊、挺干净的。对呀、啊，先走啊。哎呀，快点快点，你有没有跑开啊？真可爱，真干净啊。相比起来你的房间那个其实挺干净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觉得啊，你床上那么多东西怎么睡啊？哎，我睡这儿。这儿不是就是地上吗？对啊，这叫接地气。接地气，你可以慢慢思考，我们先去看别的房间吧。啊，好吧好吧，走啦。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房间是你、我们走。你不知道今天早上干嘛吗？我觉得我很困，我没睡，有没有发现只闻其声不见其事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怎么知道今天有录制啊？特别忙，忙到4:30。来，你可以打声招呼。好，伸一只手，来打一个招呼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是让我们的发卡少女的一面暴露在大家面前就好。今天暴露出来这一面就没有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只看了墙啊，墙很漂亮啊。好好休息吧，好好休息。哎呀，来，我们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哎，太惨了。其实我们一天是非常忙碌的，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拍摄任务，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快一点了，走吧，拜拜。褪去精致的演出服，她们其实都是一群勇敢追梦的普通女孩。她们从全国几万女生中经过选拔，粉丝投票脱颖而出。她们唱歌、跳舞、拍平面等，才能在舞台上有最好的表现。美是一种行动力，只要你是一个爱美的女生，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闪耀光芒。